尊敬的诸位嘉宾，大家早上好。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期待已久的香港群书之要论坛马上就要开始了。期待已久的香港群书之要论坛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虽饱历沧桑，但大多数的时间都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期间出现了很多的盛事。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虽饱历沧桑，但是大多数的时期都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期间亦都出现过很多次的盛世。大家所熟悉的贞观盛世，在国家经历了战争和动乱之后，在唐太宗李世民的领导下，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大家所熟悉的贞观盛世，在国家经历了战争和动乱之后，在唐太宗李世民的领导下，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而且政治、经济、文化、文学、艺术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文学、艺术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高度。邻近的国家纷纷前来观摩学习，临近的国家亦都纷纷前来观摩学习。我们的祖先秉承着友善互助、热情好客的美德，把最好的智慧和经验分享给大家。我们的祖先秉承着友善互助、热情好客的美德，将最好的智慧、经验分享给大家。所以周边的国家为了感谢和纪念这一份善意和友好，把一些街道的名称命名为朱雀街或唐人街。所以在周边的一些国家，为了感谢和纪念我们这一份友善和友好，将一些街道的名称命名为朱雀街或者是唐人街。一直到今天，在世界各地华人聚集的地区还被称为唐人街，可见当年唐朝的盛况。一直到今天，在世界各地华人聚集的地方还是被称为唐人街，可见当年唐朝的盛世。唐朝的兴旺发达与一套丛书息息相关。唐朝的兴旺发达同一套丛书息息相关。那就是贞观元年，唐太宗请魏征等贤臣编辑的群书治要。他就是在贞观元年，唐太宗请魏征等编辑的群书治要。朝廷上下共同学习，证明了老祖先的教诲，建国军民，教学为先。朝廷上下共同学习，证明了老祖宗的教诲，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历经了1300多年，到了21世纪，面对社会国家许多错综复杂的危机，如何化解矛盾冲突？经历了1300多年，到了21世纪，
面对社会国家许多错综复杂的危机，如何化解矛盾和冲突。希望通过本次论坛的学习，用圣贤教诲开启我们的心智，帮助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希望通过本次论坛四天的学习，用圣贤的教诲开启我们的心智，帮助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下面请全体起立。现在请全体起立。让我们怀着一颗真诚恭敬的心，恭请本次论坛的主礼嘉宾入堂。让我们怀着一颗真诚恭敬的心，恭请本次论坛的主礼嘉宾入场。本次论坛的主礼嘉宾，他们是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副局长徐晓辉女士。本次论坛的主礼嘉宾，他们是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副局长太平绅士许晓辉女士。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上进下空老教授。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上正下空老教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林姿女士。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林姿女士。香港大学原副校长、香港大学进修学院院长李卓芬教授。香港大学原副校长、香港大学进修学院院长李卓芬教授。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陈新姿教授。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陈心姿教授。全国人大港区代表、香港立法局议员马逢国先生。全国人大港区代表、香港立法局议员马逢国先生。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宣文部副部长刘汉奇先生。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宣文部副部长刘汉奇先生。香港圣贤教育学会会长王义辉先生。香港圣贤教育学会会长王日辉先生。香港作家联会会长、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先生。香港作家联会会长、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先生。我们衷心感谢各位主礼嘉宾亲临这个盛会。我们衷心感谢各位主礼嘉宾亲临盛会。现在我们举行简单而隆重的开幕仪式。现在我们要举行简单而隆重的开幕仪式。现在请全体肃立。请全体肃立。奏国歌。
接下来我们举行亮灯仪式。跟住落嚟，我哋举行亮灯仪式。恭请各位主礼嘉宾，请将您的手放在横杆上。恭请各位嘉宾，请将你的手放在横杆上边。我们一起喊：三、三二、一、一按。按各位主礼嘉宾就坐，请各位主礼嘉宾就坐，请大家就坐，请大家就坐。亮灯仪式象征着古圣先贤的智慧，点亮了我们的心灯，启发着我们内在的光明。亮灯仪式象征着古圣先贤智慧，点亮了我们的心灯，启发了我们内在的光明。通过我们的一言一行，学为人师，行为示范。通过我们的一言一行，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点亮更多人的心灯，点亮更多人的心灯。希望圣贤教育的光芒代代传承，期望圣贤教育的光芒代代传承，人民幸福，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人民幸福，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同时我们衷心祝愿香港群书智要论坛得以圆满的举办，祝论坛成功。同时我们衷心地祝愿香港群书智要论坛得以圆满的举办，祝论坛成功。感谢为本次论坛举办的所有的大众。在这里多谢为本次论坛的举办所付出的所有的大众。接下来我们有请主礼嘉宾致辞。首先是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长太平绅士曾德成先生的致辞。恭请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副局长太平绅士徐晓辉女士宣读。首先是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先生的致辞。恭请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副局长太平绅士许晓辉女士宣读。尊敬的净空老教授，尊敬的王会长，尊敬的台上各位主礼嘉宾，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各位大德，早上好。今天非常高兴与大家共同出席群书智要论坛的开幕，和大家同仁集集，一起见证此重要中华经典的传承。在此首先衷心祝贺论坛成功筹办，并且向在座各位致以亲切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文化是立国之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当中经典瑰宝无数，可惜部分随朝代的更替而善惜。就如今天论坛所研习的群书治要，就是时而福德。它是唐太宗李世民于执政初年下令编制的治世参考典籍，以实现治国安邦的理想，终而成就著名的贞观之治。贞观寓意恢弘正道，澄清天下。此精神不单于应用在国家的治理，
更加有利于个人的治心。事实上，中华传统文化里，儒、释、道分别提倡的养德尽性、明心见性与修真炼性，无不指出心境成名的重要。现代社会挑战重重，世界各国不同层次的纷争多由于利益冲突及昏蔽之心而起。中华文化的德育教化崇尚孝亲、仁爱、礼义，实在有助于当代和谐社会的建立、和睦家庭的维系以及个人和乐人生的追求。今天的论坛让自唐代以来几近失传1300年的珍贵传统文化瑰宝和遗产再次展现智慧和光芒，正好让我们可以见览前古，用之当今。衷心感谢圣贤教育学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推动圣贤教育，对推动传统文化努力不懈，贡献良多。最后，衷心的祝愿论坛圆满成功，在座各位家庭幸福，身体康泰。谢谢。感谢徐巧辉女士的宣读和致辞。多谢徐晓辉女士的致辞。下面我们有请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林姿女士致辞，掌声欢迎。请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林姿女士致辞。尊敬的上敬下恭老师，尊敬的王会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和所有的来宾，大家上午好。我除了衷心祝贺这次大会会圆满成功，我也在这里把我自己学习的一点体会和心得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我觉得我们中国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就是因为我们有着我们祖先圣贤留给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厚土，它营养了我们祖国人民的子子孙孙，我们后辈的成长，都是在我们古圣先贤所留下的这块厚土上，才能得到了这种滋养我们祖国人民成长的这样的一种营养。正因为有我们古圣先贤的教导，所以我们不仅有着光辉的过去，也会有着理想的未来。每个朝代，他们成功的建业，有着共同的经验，而他们的昌盛，也有着其共同的经验。而这些朝代的末世呢，也同样有着同样失败的教训。所以我们古圣先贤所留给我们的这些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都在我们古圣先贤所留给我们的典籍中间，就是为了让我们继承他们的事业，继承他们给我们留下的这些宝贵的传统营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世世代代在这些营养中间茁壮的成长，让我们的民族继续的发扬光大。
而且这些教训呢，也是给我们现在的人一些警示，就是我们怎么样从他们过去失败的教训中间来接受这样的教育，使我们不要再走他们的弯路，让我们的民族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自立于整个的世界，给世界做出榜样，做出贡献。我觉得群书治要、贞观治治这些典籍正是提供了我们这些学习的这样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宝典。我想这些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里程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毛泽东主席所以带领中国共产党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认为他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走过来的。在他整个的一生中间，非常注重研究中国的历史，他的卧室里头就摆着各种典籍，尤其是引人注目的就是《资治通鉴》，一直就放在他的床头边。所以说他除了平时就是要处理日常的工作，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我们祖先的先贤的这些典籍在一起生活过来，所以他才能够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1949年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在建国前，他一直提醒共产党人要接受李自成在灭了明朝以后却不久马上又失败的这样的一些教训。他也一再提醒大家要注意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在刚刚建立了政权以后就开始了贪腐，开始了官员的腐败，很快就使得他们刚刚建立的政权不能稳固，很快这个王朝就灭掉了。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毛泽东就一直提醒他的党和部下要注意进城以后一定要注意不要被糖衣炮弹打中，一定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绝对不能出现贪腐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政党这个国家也就会像李自成、像太平天国一样、像洪秀全一样，很快这个政权就不能保证了。所以说他一再的要求他的干部要提高这个警惕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在建国之前就要求一些剧团演出李闯王，这个李闯王是郭沫若老先生写的这个剧本，到处在演这个剧本，就是让人们要杜绝贪腐，才能够保证自己的政权的啊能够完好无缺。所以他就一直提出来要为人民服务，要整个党和所有的干部要建立为人民服务的这样的一种处事的一种态度和作为的一种目的。我想从咱们最近代史都看出了这一点，一个朝代的兴，一个朝代的能够巩固，正是没有离开我们古圣先贤的教导。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群书治要，我觉得就是秉承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这些宝典，让我们如何做人，让我们如何处事，
让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民族如何能够在光明大道上一直走下去，在世界的民族中间做出一个很好的榜样。我觉得今天社会上不光是中国，在世界各个国家都发生了很多的使我们感觉到不意外的事情。就像前两天美国有两个年轻人拿枪到处乱打，是吧，而且还用这种爆炸的手段炸死了三个跑长跑的这些运动员，另外在学校里头也是乱打枪，到处伤害人，像这些都是我们不能理解的这些现象。在我们中国也是有一些犯罪的青少年和一些不法的一些人士在社会上造成各种各样的动乱，这些都是今天社会上所发生的种种的事情。包括我们自身最近的就是饮食的安全问题，是吧，我们的粮食安全的问题，我们的教育的失误的问题，这都是引起了我们的家长也好，我们各个家庭也好，都是非常关心这些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问题。为什么？我想我们有忽视了我们古圣先贤的教导的这样的一种倾向，而且完全把眼光看到了西方，觉得西方一切都是好的，什么都是好的，连坏的都是好的。我们忘记了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我们祖先祖祖辈辈的他们劳动下来，他们总结了经验，他们在典籍里头就已经告诉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是治世，怎么样就会走向乱世。但是我们忽视了我们祖先的教导，而且有一种崇洋媚外的这样的一种倾向，不光是学习人家好的，好的我们一定要学习，他们先进的一些经验我们一定要学习，但是坏的我们也一起来学习。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现象，只能用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些宝典，我们重新来洗涤我们自己的脑海，用这些武器来辨明我们周围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现象，去和这些不好不良的现象去斗争，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社会，保护我们的青年少年，保护我们的后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非常庆幸我们当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就非常重视读我们古圣先贤的书。这个《群书治要》的原来的版本上，当然不是古代的唐朝的版本，就是我们近代的版本上，就有他的父亲所提的字。大家都知道，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了那上面那四个字：古镜今鉴。而习主席本人也非常重视读书，读好书。他在1909年5月13号中央党校的一个讲话，他就说到了，说当前干部职工最需要读的是什么书？是好书。《弟子规》就是好书，《弟子规》是条根。我不晓得大家看到过这个没有，这是习近平他在当中央党校校长的时候，在员工中间就公开提出来了，大家读好书，要读什么书？读《弟子规》。所以我的另一个感想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读这些典籍，读这些好书的话，一定要自己先端正自己，
如果不学《弟子规》，我想不能够找到自己真正正确的人生目标。就是给你放这些典籍的话，你也不一定能够读得进去。就是你如果做好了人，找到了自己正确的做人的方向、奋斗的目标，这些典籍我认为对你才真正的有用，你真正会把这些典籍的需要的用到了你的生活中间，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作为一个能够为人民服务的人。我虽然时间已经到了，请容许我再说两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点我的想法，就是我们要感恩我们的敬老教授、敬空老教授。为什么？在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弟子规》在国内根本很多人都不知道，只是在新加坡的幼儿园里头才知道有《弟子规》，而且是敬老要求这些小朋友从头从小学习《弟子规》。那么从2000年的时候，一部分去新加坡去学习的人看到这本书以后，就带回到我们中国大陆来，从这个时候才开始进行《弟子规》的流通和教育。而且很多的教授、很多知名的一些学习中文的历史的都不知道这本《弟子规》，所以经过了这十几年的推广学习之后，才看到了这个书的了不起。它不仅是开启了我们同盟的教育，而且对很多企业、对很多的社区、对成人是一样有教育。就像习近平说的，它是个扎根的教育。所以我想，没有这个扎根的教育，学群书治要恐怕也很困难。而群书治要和弟子规都是我们敬老教授给我们提出来让我们学习的。今天我们社会上有这样多的人受到了这个教育，得到了收益的话，我觉得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敬老教授，是不是？我希望大家饮水思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永远感恩开启我们智慧的敬老教授。我们衷心的希望大家也把这样的一种信息和这样的理念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学习提倡我们来学习弟子规和群书治要的是我们敬老教授，希望在全国人民中间都能够知道它的来源。好，谢谢。谢谢林姿女士的致辞。多谢林姿女士的致辞。下面是国学大师、西岭映社社长姚宗仪老教授的致辞。我们恭请香港大学原副校长、香港大学进修学院院长李卓芬教授宣读。跟住你嚟系国学大师、西岭印社社长姚宗仪老教授嘅致辞。恭请香港大学原副校长、香港大学进修部副校长李新之教授宣读。尊敬的净空长老、圣言教育学会黄会长同仁，很高兴知道圣言教育学会即将在香港主办群书治要的论坛，这实在是十分有意义，而且能造福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事。我不信感佩，谨致贺词，祝愿论坛圆满成功。我们国家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久历事变创伤，民族自尊心也曾经屡遭创伤。有些人看到
西方国家强大，因此急于徐西方，而放弃了自己不少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个实在很可惜，实在有点本末倒置，实在令人慨叹。现在我们信言教育学会在净空长老的带领之下，特别宣扬群师制药这个重要的古籍，我以为这个对正言心、端风足、明德时、知性体尤为重要。它能帮我们见古今、康时弊。这本书以儒家学识为主，要言不凡，修齐治平，诸道续举传备，国人识之，当有益于世道，也有功于我们国家富强、文化复兴等民族大业。我已经年近100岁，中华民族文艺复兴时代的梦想，我很希望能得到净空长老与贵会牵头带领，大家共同努力，锲而不舍，当能成功，愿与诸君共勉之。预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大会还让我再补充几句。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非常同意姚老刚才那个信函上的看法。多年来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自己就感到我们现代的教育非常非常重视知识的教育， Knowledge Education 非常重视，对人的教育就琢磨不多。就拿我们香港大学的校训来说，港大的校训是四个字：明德格物。我们做的格物以自知，追求学问的工作做得很多，明德的工作就实在不多。那我们现在看群师制药360，其实主要就是教我们如何去做人，如何去明德，如何去做个好人。我十分感恩长老，感恩圣言学会同仁带领我们去明德，去做个好人，做个快乐自在的人。谢谢大家，感恩大家。感谢李教授的致辞发言。接下来我们有请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陈兴之教授致辞。跟住落嚟，请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陈心之教授致辞。尊敬的净空长老，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好朋友，各位大德，今天我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在这里，看到这么多有心参与这个事情的好朋友在一起。其实从这个参与的人数来看呢，看到这么多人对这本宝书的兴趣呢，就看到这个社会的前途。这是一本治国宝典。对我们来说呢，当初唐太宗要编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帮助他怎么治好这个国家，可是实际上这本书的范围呢还不单只是治国这么简单。净空法师呢做了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就是把这本书向社会推广。那这本书其实讲的呢是中国人讲的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每一个范畴都包括了。
而且都讲得很清楚。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呢，其实这本书里面大部分的内容我们从其他的渠道也会看到，因为它是把中国历朝，就是唐以前的很多重要的文献那个思想整合成为这么一本书，所以在其他的渠道四书五经里面也有啊，从历史上啊，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里面很多都有这个内容，但是真正的把它整合成为一本书让我们好好的去了解的话，这本书的功德就是无量的。那对咱们中国来说，这本书的出现也是可以说是正当其时。以前我们说国之将兴必有征祥，一个国家的要兴旺的时候一定有它特别的强锐。那今天这本书的出现呢，对我们国家来说真正是非常的合时，因为咱们国家经过了多年的很多的动乱以后，经过改革开放，现在人民生活富足了，在精神上需要建设，这个时候这本书呢影响就会很大。其实中国人呢一直都叫自己叫唐人，我们在国外的时候中国人聚居 的地方叫唐人街，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觉得中国人，中国历朝历代最兴旺的是唐朝的贞观之治，贞观以后有开元之治，开元是建设在贞观的基础上，所以比贞观更富有。但是我们其实看开元之治呢，杜甫的诗里面有说，一是开元全盛日，稻米流脂粟米白，也只是说吃饱饭而已。我们今天呢已经超过了这个，杜甫当年说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舍皆欢颜，那个事情在中国不会有，因为现在虽然住房还是有困难，但是基本上每一位老百姓的住房吃饭的问题应该是解决的。在这个时候精神的建设就更重要，所以这本书对我们非常重要。这本书的得来也是很特别的，中国人有句话叫礼失而求诸也，我们中国这本书在中国是有一段时间是失去了，结果呢因为唐朝的时候有中日交流特别好，那个日本人派那个遣唐使到中国，那时候中国跟日本的很多的交往呢其实对今天来说影响还是很大的，日本的空海大师到中国来，中国的鉴真大师到日本去，这是很多的关系建立。这本书呢经过遣唐使就带回了日本，后来就由日本又送回中国，但第一次送回来呢是在嘉兴年代，但是当时呢没有引起很大注意，因为当时中国人太骄傲了，中国人自己已经建立了四库全书啊，24史也扩充了，变成24史，那旧唐史跟新唐书跟那个新五代史跟五代史多了以后呢，中国人觉得自己的学问已经很够，这本书没有引起很大注意。但是最近这一次呢，尤其经过净空法师的推广呢，这本书的意义就更大了。其实呢，日本对中国的这次的影响是相当的大，但是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其实更大。中国近代历史上呢，曾经有一本书是影响到日本的建国的。林则徐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呢，当时他对中国对国外的情形非常的希望有更多的了解，所以他花了很多心血写了一本《四周记》。后来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他把这本书呢交给他的好朋友魏源，魏源呢根据《四周记》呢就写了一本《海国图志》。《海国图志》是把世界上重要的国家的风俗文情经济政治讲得很好。那这本书呢在中国卖不出去，因为中国的老百姓一天到晚都想着要读八股文，要考官，要当官，所以这本书卖不出去呢，出版商呢就想办法把它偷运到日本去。结果呢偷运到日本的时候给海关关长抓起来了，那个海关关长呢就有点像老子过函谷关那个时候那个关运喜一样，非常喜欢学问的，
一看到这本书高兴死了，马上把他们全部抓起来，人可以走，书全部留下，所以这些书呢就流到日本的知识分子里面去，这个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小时候在日本读书呢，看过一个电视剧，里面这个电视剧叫《上海州》，是明治的时候开国功臣，里面讲到一个坂本龙马。坂本龙马是今天日本人提起他就非常尊敬，是对他们来说是明治的大英雄。人家当时就他本来是一个支持幕府的一个浪人，是一位武士，但是呢后来他看了这本书呢，知道其实这个世界是这么的大，幕府已经破落，不可能再支持，一定要搞维新。所以当时他的朋友都骂他说，你这个家伙变了啊，我妈要我考我的家，他说我的我考我的那几代个考我的家。那时候我很震撼，他是说我没有变，是时代变了，时代变了，我们不变的话我们就落后了。所以他就跟西乡隆信啊，隆盛跟那个上海州这一班人呢，就联合起来呢，把这个明治维新的工作推动得非常的好。那我们可以说，假如没有这个海国图志的话，日本的明治维新没有那么快。那明治维新没有做好的话，日本不可能有后来的强盛。所以从这样来看呢，其实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的交流是非常的重要。一个文化是绝对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跟政治的。最近去世的一位英国的铁娘子 Margaret Thatcher， 戴珠尔夫人，她曾经有说过这么一句话，她说其实你们不要怕中国人，中国人大不了呢卖你一些便宜的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但是他不可能在意识形态上影响世界，因为中国没有哲学家。这句话呢其实暴露出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英国人的傲慢对中国不完全的了解，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呢也可以让我们反思，我们建国以来过去六十几年的确是没有出过任何的哲学家或者接近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建国以来一直在搞运动，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然后知识分子呢没有坚持原则，在关键的时候本来有机会做很好学问的知识分子呢还是要拍马屁，没有坚持做学问的作风比如说研究孔子的一位非常有名的哲学家，他本来是有机会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的，在关键的时刻呢写了文章痛骂孔子，他研究孔子本来以孔子门徒自居的，可是在关键的时候呢他写非常长的文章痛骂孔子，把孔子说成像个流氓。所以在这样的土壤上要产生哲学家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那但是实际上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上出现过很多很多很优秀的哲学家，战国时期中国就百家争鸣，有非常好的哲学家。其实中国的儒家道家或者说其他的老庄那些都是在国家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的。中国的儒家呢在某种程度上替中国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在某些程度上也压制了其他的思想，所以也是有它的问题。在汉朝的时候，汉武帝的时候，董仲舒呢就罢黜百家，就独尊儒术，这个呢就把儒家的精神呢提高得很好。可是因为这个机会呢也把别的有机会成为很好的哲学的一个门派呢都没有好好的发展起来了，这个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可惜的事。就算在我们儒家里面也互相之间有那个竞争，那个竞争有时候发展到呢已经有一些不太
礼貌的情形。比如说我们十三经里面就有春秋的三传，春秋三传里面左氏、公羊和谷梁传。那其实呢，左氏是一直多人读，所以读左传的人呢，就说他们呢是大官厨，公羊传呢是卖饼家，就是说我们是五星级酒店的菜，他们那个读公羊传的只是大排档的菜，这么一个说法。所以龚自珍先生，清朝的一个大文豪，他就特别不高兴，他就写了一首诗，他是因为他是学公羊学的，他跟刘礼部刘逢禄学公羊学，所以说昨夜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家，从今少尽从于学，甘作东京卖饼家。他是老子呢喜欢这个公羊学，喜欢的这么厉害，我宁愿做卖饼家，就是还是要坚持我们的学问，把这个学问做好。我们觉得净空法师有一点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他一直推动的是和谐，各门各派互相之间更了解，更互相的包容，不但在学问上如此，在宗教上也如此。我们净慧大学是基督教的，净空法师呢，我听过他一个报告，就把世界上的所有的宗教的一个分析都是劝人为善，然后这个互相之间是可以有互相包容的地方，让大家从这样来出发的话，就可以做到世界的和平。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其实呢，这本书《群书治要》呢，有一点我非常喜欢的，就是虽然魏征是一个儒家，他据说是王通的学生。王通是当时隋朝的时候在黄河跟汾水之间的一个地方教的，一个很好的教学的老师，所以人家叫做是河汾先生，所以他的弟子都是唐朝开国的功臣啊，那个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这些人都是他的弟子，他是个儒家，但是呢，魏征能够除了儒家以外，他把别的说法家了，那个道家了，那个其他的学问都包容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看这本书，不但是看到儒家的哲学，也看到法家的学问，看到老家的学问，看到历史学家的一些学问。其实历史很重要，中国的历史，在清朝的时候，张学成就说六经皆史，是实际上一切都是历史。其实我们看经学也可以看出，其实都是建筑在历史上面来说明问题的。所以这本书呢，能够把中国的最重要的有用的元素都放在一起，在我们看问题的时候就不会太只看到自己的方面，而是看到更宽更广的方面。这次呢，我还看到因为主办单位非常感谢黄卫长，他送了我几套书，其中就包括了这个《群书治要》的360。360呢是他们马来西亚的一个教学团体呢，这非常好，他们从《群书治要》里面抽出360句，每一句是详细的解释，就这个也是净空法师的那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就是每天读一句，一年里面你就读了360句，这个呢就可以你深深的体会到，很深刻的把它吸收了，成为我们做人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就会很和谐。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现不单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都是一个很好的希望，我现在也看到他们把它翻译成为英文，把它发到全世界去，这是我觉得将来对全世界的老百姓来说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在这里祝愿这个大家这次来的会议非常的成功，也希望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本书对每一位都起到心灵的激动，让大家好好的去慢慢的品尝，慢慢的吸收，谢谢大家。谢谢陈教授的致辞。多谢陈教授的致辞。下面有请
全国人大港区代表、香港立法局议员马逢国先生致辞。跟住落嚟有请全国人大港区代表、香港立法局议员马逢国先生致辞。尊敬的王毅会会长、净空长老、徐小辉副局长、刘汉奇副部长，尊敬的各位主礼嘉宾、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我非常荣幸能够应邀参加这一次香港寻书制药的论坛。一直以来，香港让人们认为是一部分人认为是文化的沙漠。早年我曾经提出将香港能够建设成为可以北美纽约的在东方的大都会。到今天我感觉到有必要再进一步开拓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广的文化遗产，利用我们香港五方荟萃的自由环境，大力发展我们民族文化，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方式来演绎出来，令香港可以成为动感之都的同时，更成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化之都。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遗产，我们到底是应该从哪里着手？这个问题不仅是困扰着我自己，相信也困扰着我们很多人。直到今天，我想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有了曙光，这个曙光就是从学习寻书制药开始。寻书制药是唐太宗下令编撰的一部汇集古代文明精华的一本著作。翻开中国的历史，我们看到隋朝的末年天下大乱，唐太宗能够姓苏地平定内乱，让天下重归治理，他所依靠的就是这一部重要的著作。这让我们联想到目前香港以及国际社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不断的纷争。我们最近的几天看到香港的码头工人罢工，前些天我们看到一连几起的孩子杀害父母的一个伦常惨剧，这些年困扰香港教育界的青少年的吸毒的问题，这些都是社会存在的一些危机和隐患。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让社会各方都能够彼此协作，互相感恩，互相支持，让家庭能够重归温暖，父母能够理性的、无私的去爱护子女，而子女又能够孝顺自己的父母，敬爱自己的父母呢？古语有云：“家和万事兴。”我们有了彼此的关爱、彼此协作的文化，就能够让这些社会问题得到很好的化解。如何能够让大家从彼此争斗转回彼此爱护？寻书制药给我们提出了一些答案，就是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唐朝时间将民间流行的寒食节变成清明节，自主上坟，这就是唐朝创立的一些传统，现在依然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些传统。试想一下，久远的祖宗我们都要善待，面对眼前的父母，我们能不好好的爱护吗？能够爱敬自己的父母，他又怎么会去做一些违背父母意愿的事情？怎么会去吸毒呢？怎么会去杀害自己的父母呢？唐太宗把寻书制药的教导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社会能够从混乱到治理，不过几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想在今天学习这本古书，让它发挥作用，也要从生活之中开始。今年以来，香港的普选问题一直困扰着
我们整个社会。我个人一直认为，通过竞选来产生的政府，不管选举是直接或者是间接的选出，都会加强了他的问责的文化，需要更面向选民，更面向社会，这个是一个必然的关系。我曾经指出，民主的步伐需要稳定一点，要求一步到位，现实上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如何才能够让民主的步伐走得很稳健？我通过阅读学习《群书治要》，感到这本书对于民生社会而言，可以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教科书。因为这部书向我们展示，什么样是才能称得上是好的领导，什么样才是一个好的政府。如果我们的领导人能够学习这本书，他将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能够为大众带来福利的一个好领导。如果选民能够学习这本书，他将会有能力去辨别哪一些候选人将会是好的领导，哪一些候选人将会给社会带来一些动乱和麻烦。这样的公民教育才是真正为自己负责、为大众负责的教育。这样教育出来的下一代才会给香港带来美好的明天。最后，我想强调，虽然《群书治要》是一部能够给社会带来持久的安定和平的宝典，但是如何能够让这本宝典在我们这一代发光发热，还要看我们是否能够学好它，将它很好地演绎出来，让普罗大众都能够接受，从而惠及千家万户。要做到这样的结果，我们需要文化界、影视媒体界好好的配合。我也希望将来能够有一个像电视频道，将《群书治要》化成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戏剧、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很好的演绎出来之后，我们将会受益不浅。在这里呢，谨祝我们大会完满成功，谢谢大家。感谢马先生的致辞。多谢马先生的致辞。最后，我们有请尊敬的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上敬下空老教授致辞。最后，我们有请尊敬的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上敬下空老教授致辞。尊敬的诸位领导、诸位大德、诸位同学，大家早晨好。群书治要这部书经过这些年的宣传，认识的人啊越来越多了啊，要正确认识，要深入的认识啊，这点非常重要。今天的社会，整个世界啊，我们难得有这个机缘能够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先后参加了十几次。那么对整个世界呢，多少了解一些啊，也接触很多国家领导人，
那么都谈论一个问题，社会乱了，人心坏了，怎么办？啊，2005年我访问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长老，见面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法师，你走过很多地方，也结识一些国家领导人，你看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态度非常严肃。我听了这句话了，我很难过。为什么呢？像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和平信心失掉了，这叫人感到非常悲哀。当时我跟他说，你能把四桩事情做好，和平就实现了。他说哪四样？我说第一个，国家跟国家要做到啊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二个呢，政党与政党。第三个，族群跟族群。第四个，宗教跟宗教，都能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世界和平就出现了。他听了我的话，啊，态度非常严肃，说不出话来。啊，我们静默了5分钟，然后我向他报告，我说是难，啊，非常棘手，但是如果从宗教下手啊，这个事情可以做得到的。啊，毕竟这个地球上信仰宗教的人呢，比不信宗教的人占多数。啊，信仰宗教的人他有个核心的思想，这个思想是神。啊，神是什么呢？什么是神呢？神在哪里呢？神就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真心里面的真爱。用这个爱，你看看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使用的是一部圣经，啊，犹太教用旧约，基督教用新约，天主教新旧约都用。这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啊，伊斯兰教古兰经你看看，每一段大段的经文前面一定有，真主确实是仁慈的。佛教讲慈悲，真诚慈悲。啊，儒家讲明德亲民至于至善，都是爱。啊，那现在问题出来了，出在哪里了？人不知道自爱，这个问题严重了。人不自爱，他怎么会爱人呢？这不可能呢。啊，为什么要自爱？中国人古人讲的最好，人性本善。我们每个人的自性是本善，而且人这个本善呢，就是圣人，就是贤人。换一句话说，你生到这个世界来，你就是圣人，你就是贤人。佛陀教人在大乘经里面第一句话告诉你，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是什么意思？佛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这三种圆满合起来称之为佛。那你不要佛，那不要佛就我不要智慧，不要智慧就愚痴，我不要福报就贫贱，哪有这种人呢？没有这种人呢。你本来是佛，本来是圣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叫不自爱。其实中国文化传统文化，我最早听到的是70年代
英国汤恩比所说的，汤恩比博士说，如要拯救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他讲的。我到欧洲去求证，访问伦敦3个学校，牛津、剑桥跟伦敦大学，这3个学校都有汉学系，是欧洲的汉学中心，也是欧洲的汉学权威，我跟他们的同学交流，跟他们的教授座谈，我首先去求证，是你们英国人说的，你们能相信吗？同学们很聪明啊，很了不起啊，用中国儒释道的典籍写博士论文呢，我看到真是佩服，不能不佩服的。我提出问题，他们对着我笑，不说话，笑了半天也没答案。我反过来问一句，难道汤恩比讲错了吗？也不敢说话，也对我笑，最后逼着我没法子。我说你们很聪明，既不敢否定，也不敢赞成，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你们有怀疑，这个是对你们来说，你们是专门研究中国儒释道的，你们对这个有怀疑，那不敢反对呢，汤恩比的声望太高了，不敢反驳他的话。我说如果你要问我，我说我可以告诉你，我肯定汤恩比博士说的话完全正确，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这是真正把中国传统东西搞通了，搞明白了，他的话是真的，那么为什么你们怀疑呢？我说我提到儒孔孟，你们会想到4书5经13经，对不对？对，都点头了。讲到大乘，你们会想到华严、法华、般若，对不对啊？对。我说那些是入佛的花果，很漂亮，你看到了。你有没有去想到这花果从哪里来的？花果是枝条上生的，枝从是干上生的，干从本生的，本从根生的，你有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过。那我问你，孔孟的根是什么？大乘的根是什么？要找根呢。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是孝字，孝是我们的根，一个人不孝父母，一切都完了。这是根。本是什么？本是敬，就是孝顺老师，孝顺父母是根，孝顺老师是第二个根，就是本，我们讲根本。父母是孝道，老师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没有孝道，师道就不能够建立。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他的学生向四面八方去弘扬佛陀教育，为什么有些地方200-300年没有了，400-500年没有了，600-700年没有了，这我们都看到，历史上看到的。为什么在中国传到中国来将近2000年了，公元67年传到中国来的，一直到现在。为什么？中国人讲孝道，他是师道，这是最适合他生存，茁壮开花结果。汤恩比对这个也说了一句话，说中国古人心量很大，能够包容异族文化，就是指的佛教。而佛教呢，丰富了中国本土的文化，把
如根道境界都向上提升了，提升到佛的境界啊。大学上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知遇之上啊。佛家的解释把它解释到真如本性，跟佛陀完全平等啊。明德就是佛法讲的自性，讲的法性，讲的真如啊。明明德，那么这个自性现在不明了，我们做的工作什么，怎样叫它恢复光明，那个明是智慧啊。明德是人人都有啊，明德就是佛性的，明明德就是成佛了啊。在中国人讲成圣啊，成贤呢，大圣大贤呢，人人都有份呐 啊。那么这个父子有亲，这个亲爱，这个亲爱是现德的原点啊。现在这个医疗上讲原始点呢，是这个父子有亲呢，是我们现德里头的原始点。孝啊，不是哪个教的，这是天生的、自然的。从什么时候看到呢？小孩100天，人生百日，真常流露啊，啊，自然流露出来啊。你看那个小孩啊，3-4个月的小孩啊，你细心就观察他，他对父母的爱。父母对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自然的啊。孩子虽然不会说话，你看他的眼神，你看他的表情就看到了，所以他不远呐、啊。千万年前老祖宗看到，我们今天也看到，就在面前呐、啊。真如本性在哪里啊？正常就在这地方看到，所以老祖宗的智慧我们就能体会到，这种真正的爱心怎样能把它保持到一生不会改变啊。这个就是想到什么，这是教学的教育的源头，这个教育从哪里兴起来的啊？从这里就开始生出来了啊。所以三字经上前头8句话讲得好啊，人之初性本善，我们在汤池做实验证明了人性本善，人是很好教的啊。什么人来教呢？要真正能做到本善的人去教，哎，就很容易啊。自己不善教人家善了，这个是失败的，不会成功的啊。就自己先要把本善找回来啊，把佛性找回来，然后去教人啊，那就是大公无私，大爱往外面散发啊。所以这是爱的教育啊。所以心相近，心相远啊。从自信来讲，从本善来讲，大家是一样的，没有丝毫差别。所以佛说的大家都是佛，都是圣人，都是贤人啊，没有丝毫差别啊。但是习相远呢，习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接近哪些人，他就完全就变成那个样子啊。所以这教育就重要啊，教育是就从这来了啊。所以底下一句啊，苟不教性乃迁啊，所有问题全在教育。懂得教育的中国人真的是第一，中国老祖宗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方法，有教育的经验，有教育的成效啊。中国几千年来的时候立国不衰，靠什么？靠教育啊。他真懂这些东西啊。那教之道归于专，这是大学问
是不是要广修多闻呢？广修多闻是可以，但是它不是根本，根本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那一门行吗？行。啊，一门的目的在哪里？目的是开悟啊。佛法里面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怎么教学的目的在此地啊？不是广学多闻啊。中国古人对于广学多闻是赞叹，但是他有理有说，即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啊，那没有开悟啊。啊，开悟之后才广学多闻，没有开悟之前一门深入，就像树木一样扎根，根扎得越深，将来你这个枝叶就越广啊。你们有一样不知道，一经通一切经通，一个法门通达一切法门通达。我们要记住，释迦牟尼佛没有老师啊，释迦牟尼佛讲华严，华严跟谁学的？讲法华，法华跟谁学的？没人呐，自心里悟出来的。那孔子也没有老师啊，老子也没有老师啊，穆罕默德也没有老师啊，能够说出一部古兰经来啊，这是什么呢？中国人懂得的是，是叫你自信智慧要透出来，是你本有的，智慧是本有的，能量也是本有的啊，通通是自己自信里头都具足的，不要往外求，向外求啊，错了。啊，向外求是知识，向内求是智慧。啊，所以我跟剑桥、伦敦大学的同学谈话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们搞儒释道，搞中国汉学，啊，你们搞的是儒学、道学、佛学。那外国人从这边念吗？”我说：“我跟你们学的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我是从这边念，从这边念呢，学佛、学儒、学道，那不相同啊！啊，道学、儒学、佛学，这是世间一种学术，是知识。可是你要是学佛、学儒、学道，那不一样了。学儒要学跟孔子一样，他是我的榜样，我要做今天的孔子，做今天的孟子。啊，要学道，我是今天的老庄；学佛，我是现代的释迦牟尼佛，才管用啊！啊，所以我们汤池的实验，汤池实验是被联合国逼出来的。我们把中国传统东西做报告，听的人都欢喜。啊，散会的时候来告诉我，法师你讲得很好，这是理想啊，这做不到啊，你说怎么办？那今天的时候你要叫他们相信，只有做出成绩来给他看，他看到了他就相信了，他没话说啊。所以我们也是费了千辛万苦啊，做了这个实验，这个实验做成功啊，做成功我祖宗之德了，这人力做不到的。那联合国办个活动，从来没办过的，啊，办了个宗教活动，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年，办这个活动，主题是佛教徒对社会的、人类的贡献。那我们借这个机会，把汤池的成就，啊，在那边做了3天的展览，详细报告，啊，我请蔡老师担任4个小时报告。另外2个老师，一个老师两个人做了8个小时报告，啊，这全世界知道了，啊，每一个国家的大使都想到汤池去考察，啊，去参观，啊，虽然没有成就，可是我们知道，大概有30多个人，啊，这都是当时现任大使，用观光旅游的身份。到我们汤池小镇只去了3-4天，啊，住最长的住过5天，啊，这就传出去了。所以现在国际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也开始热络了，啊，
开始热了，这是好事情。群书之要是了不起的东西，我们今天在国外介绍给外国人，我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我说是人类祖先传统的文化，而保存的最好的啊，保存的最完整的，在中国的四库全书，那四库全书在确实保得非常完整的。所以我劝外国人要学文言文，文言文学会了之后，你可以直接去读四库啊，四库是祖宗留下来的瑰宝，全世界的人人人有份，那这不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人有份，希望全世界人都学。我希望30年之后，文言文是世界上通用的语文。啊，那么群书之要，我们今年还有个活动，5月份的时候在联合国办一个活动，我准备了1000套，送给与会的这些国家大使。啊，现在参加教科文组织的有195个国家、地区代表。啊，就送给他。啊，希望全世界人都学，我们有共同的理念，啊，共同的爱心。把这个世界上所有一些冲突化解掉，啊，走向全世界安定和平，啊，我们来做这个工作，啊，所以我是很希望我们国家主席带头，啊，来领导。